答应我，好阿婆有小病啊！使，你想要创啥？你唔通做戆代志呢？遐个人要治我的命，我袂当继续留伫小病的身躯边。啊，你离开小病对伊是上大伤害呢。我是为伊好，唔是安尼讲的啦！你离开伊，唔然互伊艰苦，啊，你家己嘛足艰苦的啊，敢毋是？我毋是来遮听你讲这個，你若搁另外这个使，照我的话去做。 使，我跟你讲，我是秀美阿姑，你已经结婚啦，我嘛算是你阿姑，我不准你伤害秀美啦。使，其实你唔免离开啊，你就陪你秀美身躯边，啊，代志我来处理嘛。啊，当初一定是杂杂音啦，我今嘛随去调查一下消息，我跟伊直接行做正阿爸啦。你怕伊咩啊？无怕看牌面，才会知影输赢。 无得甲我封过，一个拍杂杂的，顺续证明我的历史定位啊！安怎？赶快离开！可是俺让秀敏对你失望，你莫袂记哩啊！你即摆有内关，伊遐尔信任你，你若搁了落去，你免对伊对因兜人交代。使啊，啊你莫生气啦！啊，你真正是有嘴讲怕人，无嘴讲你家己呢？你嘛爱知影哦，你即摆应该秀敏结婚啦，该保护是你的责任。 你袂当离开伊啦！我甲伊也袂停机，所以即摆出代志，秀敏，赶快会当为家己的未来。使，我甲你讲一摆，保护秀敏啊！不然猜我的代志，伊若无，我绝对袂离你这个土地啊！使，你莫安尼好无啦，拜托啦！金宝，秀敏有要受伤啊，我即摆无可能甲你拖落水，答应我，好好照顾秀敏啊！ 来，伊安尼真无毋对，证件冤案无解决，你的日子就无法度平静，伊是在保护你。 我去王爷遐替你求一个辅助，希望伊保庇你平平安安，嘛希望你会记得你答应王爷的代志。我替你挂，来。多谢你，以后你好好照顾家己。 希望你会当找到属于家己的幸福。听你讲，你是要放杀我？我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，过去的恩怨，唔肯帮我煞。你若跟我做伙，我会拖累你。我会当跟你做伙分担过去的罪孽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较好嘛。 有啥物代志会当互相参详？而且你看我遮尔有才情，我一定哦会当甲你斗相共的。我无你遐尔有才情，我无法度一边保护你，一边解决我的问题，安尼我两边拢会做袂好。啊无，你甲我讲，我应该安怎做，我拢会配合你。离开我，只有你离开我，我才有法度安心行我家己的路。 袂用的，王爷讲咱两个是天时良的，咱一定要坚持。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咱拢爱做伙行落去。你跟我做伙行落去，你会无命。我有讲过，那是我的选择。你可以，我是我的选择。咱是阿婆，你袂当遮尔无负责任。那袂定个，不是正常阿婆。 你莫掠准讲你超过伊讲即种话来伤害我，就会当甲我逼走。我才唔管有登记还是无登记，你就是我的红婿，
无人会当改变的。你嘛无法度改变，咱毋是正式阿母这个属性。好啊，只要你大声讲，你不爱我，我就随走。我无错讲这种话，来证明我即马跟你有关系。只要你敢大声讲，你首善无爱周秀敏，过去的一切拢是假的。李守善将来都不爱过周秀明，你讲。你敢知影？你对我的爱受过沉重？你要跟我闪避，跟我无打，我拢接受。我答应你的代志，不是害我做我靠的，所以我无资格接受你对我的爱。先做。写作袂当爱的时阵，好好爱；该放手的时阵就放手。写作，我实在迄个周秀敏，应该是忍袂过把看下头的人。敢讲，这卡手机对你来讲完全无意义啊！我保重。你是我最爱的那个人，你过了不好我的不甘，放手你的手，那莫放，就不免孤单，后世人。欧巴。